高菊哈，哎、欸，刚刚哈，它的样子哦，很像是那个满天星那个花菜，啊，尤其它在小的时候，很像是一个艾草，那很多民众都不知道，都把它摘回家哈，去当一个花材使用。那也有哈，民众哈啊，把它当作哈种植来做一个观赏。那尤其这个林胶菊，它是具有一个毒性，所以哈，很多人哈早期啊不知道，他把它哈也有人来误食，啊，造成中毒。所以这个银胶菊哈，可以说哈是一个国际的哈一个毒害的一种花，啊，尤其银胶菊啊，它的生长哦，尤其在田埂，还有在我们的农间的一个小路，还是在我们居家的一些空地，都会来做一个生长。那这次哈，我们鹿港镇哈有12个林哈来呈报啊，比较密集的一些银胶菊生长的地方。那今天我们公所也特地哦，针对哈这些比较密集的银胶菊的成长地方来做一个喷药来。做一个清除的一个动作，那尤其啊、也在此也呼吁所有民众，跟这个银胶菊哈啊，唔好哈爱甲板凳哈做些灰宅，还是讲哈啊你睡着甲当作艾草，做些艾草的一些灰啊，哦，所以哈、哦，咱们采集这种物件哈，你特别爱注意。那也呼吁所有民众，针对哈、哦、这个银胶菊哈，那我看到哈、哦，如果哈、哦、要把它拔除，就是爱戴手套啊，做这个护套哈，啊挂这口罩哦，因为这哈、哦、它具有毒性，会感染哈、哦、啊咱这人体，伊属于较过敏性的这物件，啊所以伫只哈，呼吁大家哈，那看到这物件要清除，大家要做好一款防护的这措施，再来安拔除，爱当讲咱大家共同哈。来清除这种哈这种毒草，给当口咱的啊自然环境哦恢复到原态。